二年级的小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卷老师，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练习书哦。然后呢，我们翻开这一面，有没有找到这面的练习呢？大家往后翻，有没有找到这面的练习？那么找到这面练习了之后呢？来，现在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请自行回答这一面哦。有 A 部分和 B 部分。词 join 的，你们要找这一面的练习，然后自行回答哦。5分钟之后，老师再和你们讨论哦，加油！这个是墨镜。就是我们所称的太阳眼镜。此 join 的小朋友自己打开这一面的练习，然后快点完成哦。第四题，带一个 crossword puzzle 的吗？那个是桶，水桶。
OK，好，来，10分钟到，现在我们一起来看。A，它要你 complete the crossword puzzle，就是要根据我们下面的这个图片，它有 across 和 down。across 的意思呢，就是打横写，down 就是往下写。所以第一题，来，Albinus，第一题就是第一张图片。这是什么呢？怎么 spell？S A N 什么？我们都已经写了那么多的 sandcastle，到底 sandcastle？嗯哼，错。Sandcastle 怎么 spell？你要吃藤条了是不是？CA 什么？CAS，SANDCAS，TEA，你要写10次的 sandcastle 在旁边给我哦。我们做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连 sandcastle 也不会写呢？对了，第一题就是 sandcastle。来，宽泽，第二题，这个我们称为什么呢？称为什么呢？可能是你的麦的问题吧，听不到，都是嗯这样的声音。不用紧，Alex 来，Alex 第二题给老师。这个图片我们称为 kite，怎么 spell？对了，kite，正确。第三题，陈凯，这个图片呢，我们称为什么？陈凯，不然子乐回答，来，子乐第三题，子乐。一个而已，所以一个而已呢，我们就不需要加 S H E L L shell。第四题，一针，这个我们称为筒，所以筒的英文是什么呢？除了 bucket，还有另外一个 P 开头的，想到吗？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像我们放在厕所那种水桶啊，我们可以称它为 pail，大家一起写下去，PAIL，pail。子欣，第五题是什么呢？第五题。对了，ice cream 怎么 spell i？接下来 c。对了，正确，ice cream。
第六题 ，Doris， 这个是女生穿的帽子，我们称为什么呢？女生穿 hat， 对了，怎么 spell？ H-A-T， 所以这个 T 呢，刚才已经有写给你了咯，所以你只需要写 H-A 而已。对了，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hat。伟翔，第七题，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称的墨镜或者是太阳眼镜。有时候驾车的时候太阳很猛烈，照得我们的眼睛很痛苦，怎么解决？我们可以戴上这一副墨镜，我们称为 sunglasses。 所以伟翔不在，严彬， sunglasses 怎么 spell？S-U-N-G-L-A-S-S-E-S， 对了， sunglasses， 墨镜。大家注意看你们的第七题 sunglasses 有没有写对呢？有错就要改哦。最后一题就是我们去海边可以玩的球，我们称为 ball。B-A-L-L， 检查看你们自己的这八题是否答案是否正确呢？然后呢，我们就要看旁边的 B 部分。B 部分呢，就是要从上面选择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 and read the words aloud。OK， 第一题来 Gareth 告诉老师，第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Bag， 对了 ，B-A-G。第二题，招行，这是一只 fish， 对了，鱼。第二题是鱼，不是 fishing rod， 是 fish。第三，伟明，他指的是放玩具的这个盒子，我们称为什么呢？伟明，不然嘉欣来回答。第三题，放，他指的是放玩具的盒子。Toy box， 对了，是 toy box， 不是 toy 哦， toy 的就是指里面的玩具，这个是 toy box。 第四题，十七，这个我们称为鱼竿，钓鱼的什么？ fishing rod才对，对了 ，fishing rod， 钓鱼的鱼竿。大家可以将它的华语意思都填写下去哦。钓鱼竿。第五题 ，Kenny 指的是什么呢？Kenny， 对了，第五题指的就是照片 photo。 那么最后一题呢，这个是属于一个音乐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 所以一针，这个是什么？我们称它为什么？对了， guitar， 我们可以说它华语是吉他，那英文是 guitar。 检查看你们的答案有没有正确呢？那么如果没有问题，来，我们往后翻，请看这一面。
同样的，老师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两个部分。那么你注意看D 部分，它给你这些词，那么里面呢，它一定会用到 E1 或者是 EA，你就要根据它的图片来分。好像第一题，你看第一张图片，我们可以说什么词？关于第一张图片呢，你们就要想一想。OK，这个就是考考你们咯。所以是，sorry 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词，它会出现在这一张图片的，然后这个词呢是在上面的这些格子格子的字母都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它会运用到 EE 或者是 EA，所以10分钟的时间来，应该5分钟吧，5分钟的时间让你们完成，之后我们会讨论哦。OK，好了，就稍微等一等哦。那么快点坐右边。
大家都完成了吗？完成了，好，现在我们来看旁边的 C 部分。有一些不会，不用紧，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OK？来，我们先来看 C 部分，我们先看 C 的。来，第一题，一幺，你注意看，他们指着的是 today movie，今天所上映的戏，所以他会怎么说呢？诶。一幺的声音怎么变成女生的了 ？OK，那么一幺来回答。对了，Let's watch a movie，走，我们一起看这部戏。Let's watch a movie。Movie 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个电影的意思咯。相信大家是不是很想念去电影院看戏了呢？想哈，可是现在都没有得去。他打广告很多啊。哼，因为看到鬼的广告，你就挑，你就关你的眼睛。不过现在就算电影院开，我们也是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太危险了。OK，第二题，来，Jason，他指着那本书，你觉得他会怎么说呢？对了，来，我们一起学习，Let's study。study 大家可以写下去，它的意思呢，就是。学习。Wait on。第三题，你看他拿着一个 camera，你觉得他会怎么说呢？Wait on。Yes, correct. Let's take a photo. 来，我来和你拍照。Take a photo，正确。不是，这边的 take 呢，是代表拍的意思。英文呢，有些它的单词可以代表着不同的意思的，所以我们就要多做，多做，多读，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些单词还有哪些意思呢？第四题，Darren，他手上给他一粒 apple，所以他会怎么说呢？Darren，对了，走，我们一起吃苹果。Let's eat an apple。最后，他指着那个吉他，所以他会说：“Let's play the guitar。”检查看你们的答案对不对呢？记得哦，每一题的后面写完了，一定要放上 full stop，一定要放上句号。OK，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旁边的 D 部分。伟翔，来，第一题，第一章，你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Sorry，听不清楚，怎么 spell？对了，他想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头，所以头有没有 H？上面有 H E A。有没有 D？有，head，head，所以看一看你们的，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你就要看你的第一题，你有没有将 hit 写下来？第二题，他想要说的是什么呢？第二题，Luxman，第二张图片，树。对了，所以 Luxman 树的英文。Tree 怎么 spell？对了，有 T，有 R，TREE，tree。所以你们要看你们的这个 EA 和 EE 的格子里面有没有这些单词。Gareth，你要 mute 你的麦哦。好，严彬，第三张图片，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这不是包，它看起来很像包，对不对？这个就是一种水果，我们称为 peach，桃子。peach，你们有没有看过 peach 是长怎么样的呢？来。包的形状的，对不对？Peach 形状的包，对吗？这个就是，对，好，给你们看，这里应该蛮贵一下的这个水果，我是没有吃过啦。那你们看，这个就是 peach，它就是长这样的桃。那么它的那个图片画起来很像那个仙桃，它其实它是长这样子的，它的外面呢有一点点的 pink orange。这个我就没有吃过。然后它切下来呢，它的果肉就是长这样子的，中间就是它的果实。应该是吃起来是甜甜的吧？这个就是，所以他的那个图片画到，就是好像那个孙悟空之前他大闹天宫，他吃掉那个仙桃，它的样子就是很香。所以第三题呢，来回来我们的第三题，这个就是 peach，所以有谁知道怎么 spell？好，可以来你说。对了，它是要填在 EA 的格子，PEACH，peach。OK，接下来第四题，到谁呢？现在是到 Alicia，Alicia 第四题说的是绵羊，所以绵羊我们称为什么呢？Alicia，绵羊我们称为什么呢？不是 good 哦，good 的身上是没有毛的，这个身上有很多毛的。有谁知道绵羊我们称为什么？S 开头的。S，对了，绵羊我们称为 sheep。SHEEP。对了，写在一一的，所以有错的话你们要改正哦。好，接下来第五张图片，这个很简单，指的是什么呢？有谁会？
我们所说的大海是什么呢？ Sea， 对了，怎么 spell？ Sea. 正确了，是 S-E-A Sea。 好，接下来招行第六张图片，它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有沙滩有海，我们称为什么？ Beach， 对了，海边。所以海边怎么 spell？ B， 正确了， B-E-A-C-H。那么考考你们，海边的旁边这一粒黑黑的是什么？Okiso？ 嗯，它哪里长得像？不是，快点来，谁猜对？不是冰，来这边有谁猜对的？到时候开学我请他吃 ice cream。谁讲 C 的？Gareth 啊 ，OK， Gareth 讲多一次是什么答案 ？C， 对了，这个是种子 ，C S E E D。来，大家写上去它的意思，种子 C。哇，到时我要请 Gareth 吃 ice cream 了。接下来 ，seed 的旁边这一只大家都很怕的，因为被叮到呢很痛的。有些对了 ，b 这个 b e e， 蜜蜂。可是有些蜜蜂是会有毒的，叮到是会死的。对。但是好像如果我们看到蜂窝啊，我们是不可以自己去处理的，我们必须呢就要 call 那个 bomba， 要请他们呢来帮忙我们处理这一个蜂窝。有火啊，就是它有那个蜂窝，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拿来烧哦。哎，蜜蜂这有毒的啊，真的是很危险的。对，所以你看那个 Tom Jerry 里面呢，它有一幕呢，它 那只 Tom 被蜜蜂追的时候，它就跳入那个水里。OK， 来到最后第二题了。这一张图片说的是面包，所以面包我们称为什么呢？有谁会？相信你们全部人都很喜欢吃面包，对不对？所以面包我们称为什么？ Bread， 怎么 spell？ EE 还是 EA 的？对了， BREA D bread。 那么这一题指的是我们的牙齿，牙齿我们称为 teeth， 怎么 spell？ T， 正确。所以来检查你们这十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呢？不一定是要跟着老师的这个 number 排的，
至少你的第一到第五题里面真的是有 tree、有 sheep、有 seed 和 bee、teeth。可能你把 teeth 写在第一题，可能你把 seed 写在最后一题都可以的。是的，这五题的答案要都有在里面就对了。OK，那么好了之后呢，来请大家往后翻，看旁边这一面。还记得这个 in 和 on 吗？还有旁边的这一个作文呢，你们先不要抄，OK？你们先回答一到六题的答案先，然后等下我们讨论完了之后，确定自己的答案正确了，我们过后才抄下去。那么这一个呢，老师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来作答这一面，加油。好，我们稍微等一等其他人哦。
什么东西？因为我这边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两摩托，他就会夹过，然后他就会问人家要不要磨菜刀、磨剪刀。对，他就冰冰冰冰这样子。没有啦。哦，他的玩具冰冰的。OK， 你们做好了没？OK，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第一题，怎么你就要去 charge？ OK， 第一题来 ，Albinus 读给老师听。The apple is， 对了，是 on the desk。检查你们的答案哦。Laxman 第二题读给老师听。对了， The book is in the bag， 是在书包里面的，是在书包的里面。陈凯第三题，陈凯，陈凯呢？不然子乐啊，陈凯来读第三题给老师听。Caterpillar， 怎样的 tree？ In 还是 on？ 对了，是 on the tree 才对。The caterpillar is on the tree。注意看，毛毛虫在树的上面。子乐，第四题。There is water。对了 ，in the cup。在杯子的里面。接下来子星 ，a fish对了，在这个 bowl， 就是这个鱼缸的里面游泳，所以是 in the bowl。接下来 Doris。The fried chicken， 来读给老师听。第六题 ，The fried chicken， 对了，是在盘的上面 ，on the plate。所以检查看你们这六题 in on 有没有写对呢？好，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旁边的 Gareth 来读第一句给老师听。It's a， 对了，第一题的答案呢是 beach， 在海边。水招行，第二题 ，the 什么呢？回答，嗯哼 ，OK， 来，the birds are flying over the sky。OK， 来，我们来看啊，第二题，注意看你的第二题的图片是鸟。那么天空可能不只是只有两只鸟而已，有很多，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 bird 呢要加，对了，birds，对，图片已经只有两字了，are flying over the，所以它们飞的呢不是那个天空。第三题它想要表达的是那个云朵，所以云朵的英文我们称为什么呢？对了，clouds，然后整片天空。云朵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cloud 就要加 s。对了，所以第三题看一看，你们是不是写 cloud 呢？如果不是，就要改正，然后在旁边呢写上它的怀疑式是云朵。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呢，就是你的 birds 要有 s。接下来，他就说：“The air is cool，天气那个空气很冷。There are children playing on the beach，在海边呢，还有一些小孩子玩耍。所以，伟明来读给老师听：Some some of them。” Building，对了，building a sand castle。注意哦，你这边有 a 呢，就是代表一个而已，所以一个不需要加 s。接下来，Jason，while others。接下来那一句，读出来给老师听，整句。对了，然后其他人呢正在放风筝。那么你注意看，其他人不只是两个，可能有五六个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天空就会出现很多的 kite，所以我们的 kite 呢，一定要加什么？加 s。所以要注意看你们的 kite 有没有加 s 呢？There is also a window under the tree. Window 呢，大家可以写上去这个词。Window 我们称为流动小贩。什么是流动小贩？流动小贩的意思呢，它可以是卖 ice cream，它可以是卖吃的、卖喝的。然后它不是待在一个地方，不像我们去那个 kopitiam 这样子，它就待在那个 kopitiam，不是。可能今天它来 Taman A 卖，明天它去 Taman B，后天它去 Taman C。他就是到处去的，他借他的 motor 或者是借他的 van 到处去，这个我们就是称为 vando。大家写上去，他的意思呢是流动小贩。所以这个流动小贩呢，他是卖什么呢？喂。对了，He is selling ice cream。所以可能今天他在这个海边 A，明天他就跑去海边 B，后天他又再跑回来海边 A，这样子，他就驾他的摩托到处去的，他没有固定一个地点，还好吧？可能它的距离没有很远呢，因为现在也是蛮流行这种 vando 就是流动小贩。就比如好像我们去 Pasar Malam 看到的那一些，他们就是属于另外一种的 vando，他们就是专门跑 Pasar Malam 的，他们就看那里有 Pasar Malam，他们就去那里摆档哦。
来检查看你们这六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呢？那两题错而已啦，那么你就要改正哦。不会 ，OK， 好。那么呢，这个等下，等下，你们要自己抄下来，不是现在，是等一下自己抄。那么现在呢，老师需要你们找空白的位置。不是，我们要做这一个造句。你们的书皮还有没有？这一个是应该没有在你们书本里面。什么？你说？还有位置吗？有，有位置。对，有位置就 OK。如果真的是没有位置呢，就需要你们准备白纸了。有线的白纸可以，单线纸可以。所以你们自己看，如果你们的书本的书皮或者是最后一面它有空位，我们就继续用。如果真的是没有了 ，OK， 真的是已经被写到满了，没有了，你就需要准备一张单线纸或者是白纸都接收。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 sentence construction， 我们来看它有哪些呢？ To Penang 去槟城， holidays， holidays 呢就是假期，然后呢 hotel by the beach 就是住在一间酒店，那么这间酒店呢就是在海边的隔壁。Delicious food， delicious 呢就是指美味，吃美味的食物。Good time in Penang 就是指他们来 Penang 度假呢，他们都有就是度过一个开心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讲谁和谁的家人去 Penang holidays， 可以说谁呢？可不可以说我和我的家人可以吗？可不可以？因为他没有说是哪一位小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而且这位小朋友有觉得吗？他长得超像一真的，那样的可爱。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和我的家人去槟城度假。我和我的家人该怎么说呢？整件事情。对了，而且你们要记得，你们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你，我和我的家人去槟城 holiday， 就是指我们已经是去过了，我去过了之后，我回来才能够和你分享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在这边，我们要用 past tense 过去了，在英文我们称为 past 过去了。所以这时候你注意看啊， My family and I， 我先写 My family and I 去的英文是什么呢？ Go， 对不对？但是呢，整件事情已经是过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可以用 go 来，大家注意，
Go 呢？接下来你们学到的这个，我们称为 past tense。Go 的 past tense 呢，我们称为 when。因为在英文呢，过去了，我们的动词是需要改变的。When，然后才来抄读。对。Went to Penang，在上一次的 holiday，只有在 holidays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出门旅行，对不对？除了 last 呢，来，大家注意听，是伟翔的麦是吗？你要 mute 一下，OK。所以，我想 mute 你的麦一下哈。除了 last holidays，我们只有在holidays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travel 的那个时段，特定的时段呢，我们要加多一个词，我们称为 during。During the，才来说我想所说的 last。Last 的意思不是最后，在这边，last 的意思是指上个，比如 last week 上个星期，last month 上个月，last year 去年，什么 holidays？这是什么 holidays？School last during the last school holidays。来，第一个句子会比较长哦。来，大家写下去。不用啦，我们写 school holidays 啊，因为你 school holidays 你可以去住比较多天，通常 public holidays maybe 是一天两天，所以如果是 school holidays 1 week，我们就可以去住3、4天啦。你要住3、4天，还是你要住一天？哇，住那么久啊！OK，好，来，快点写下去先。可以，可以，刚才老师已经说了。可以，要有空位写就可以了。可以呀，老师说啦，如果你的书皮跟你的书本的最后一面已经是没有位置了，你就要写在一张白纸或者是单线纸，自己画线哦，自己写旁边写一二三下来。OK，写好了吗？都可以的。为什么医生和生鸟那么迟才 join 呢？OK。
哦，那个就是医生。OK，来，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我们可以说的是 hotel by the beach，在海边。所以这句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住在一间 hotel，就在海边的旁边。我们同样是我和我的 family，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不需要再写 my family and I 了，直接。对了，我们 we 居住，我们住在这一间 hotel，所以住的英文是什么呢？S 开头的，we stay。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整件事情都说过了，这个是在之前的 school holidays 发生的，对不对？过去了。所以我们的 stay 动词原本就是 stay，现在呢，我们要加 ed 在后面，它的意思照样是住，但是呢，past tense 有时候是改变字或者是加 ed。We stay 在一间 hotel，住在这间 hotel 的里面。对了，in a，所以就看上面看荧幕，它给的词就是有 in a hotel by the beach，就在海边的旁边而已。早上起来，拉开那个窗帘。哇，就可以看到无敌的海景了。看你住多少个 star 的？那如果你住30层呢？你溜得下去吗？我才不敢溜下去呢。是啊，他们 hotel 很高的啊。槟城就有一间 hotel 是那间 Hard Rock 哦，它特别就是说，你一开门，你就可以直接从你的房间那边跳下去泳池了，但是不便宜哦。对呀，所以刚才说放电梯，Hard Rock。对对，有个门口，但是它的，哼哼，OK，好，来 continue 我们的，OK，来 continue 我们的第三题，delicious food。你要说，我们可以写，我们也吃了美味的食物，同样是我和我的家人，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不需要再写 my family and I，直接说 we，来，一起写下去，we。谁的麦开着呢？海边啊，我们称为 also 吃，
吃的英文是什么呢？一，但是呢，不对，如果这时候你用 eat 是错的，因为呢，整件事情我们已经是过去了，所以 eat 来注意听，来注意听 ，eat 的 past tense 我们要换成 ate，A-T-E。We also ate， 这个 ate 就是代表吃。很多美味的食物，食物呢太多种类了，我们是算不到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可以说 many， 我们要写的是 a lot of。We also ate a lot of 美味，它给你的是什么 ？Delicious food。句号，来将第三题填写下去。好了吗？好了，来看我们的最后一题。Good time， good time 呢，就是指我们在槟城呢度过了。就是美好的时光，所以他有说了 good time in Penang， 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拥有，同样是我和我的家人，对不对？不需要再说 my family and I， 我们直接用We， 我们有，有的英文叫什么呢 ？We 不是 got， 原本字是 have， 可是现在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的那个 have h a v e 要变成 h a d had， 一个美好的时光，一个不是 one， 我们是称为 a good time， 就叫抄 in Penang 句号。对，第一题会比较长而已。
因为这个它有给线呐、啊，如果它没有给线的话，也是会写到歪歪一些呀、啊。哦，你是说那个字整齐，对不对？因为这个电脑它是有给笔的，所以我用那个笔写，就好像我们在写字这样子哦，不是用手。猫写字你写久了你的手就会很酸哦。我用的是有它给一支笔的，这个笔是否用在这些 tab 可以用的。不是，我不是用 iPad 的，我用华为的，以前的旧的。OK， 写好了吗？因为 laptop 很难用啊。没有啦。OK， 你们大家这试题都写好了没？还有谁还没有写好的？还没有写好，还有谁还没有写好呢？那么好了之后呢？来，在这边，你们要抄这五题。这五题，有没有看到这个 spelling？有没有看到这个 spelling？ 那个下面的那个句子不要去理它，老师要你们看的是这个 spelling。 有没有看到这五题的 spelling？ 有吗？有写这对，来，现在抄下来，这个是否下个星期早写在你们的书皮。下个星期是16号，16号是 public holiday， 你们写上去是23号，23号9月23号 spelling 的。不要，你写在你这一本书，这一本的书皮。写在这本书的书皮，或者是你刚刚写这个造句的纸，你写在以前一年级的书肯定是弄不见的。来，快点抄这五题。不要理，快点抄。好，抄好了，检查自己没有抄错了之后呢，别忘记你们有一篇作文要抄下来哟。刚才我们做那个填充的，自己要找得空的时间抄下来给老师哦。然后要复习这五题的 spelling。我们9月23呢才有 spelling。OK。伟翔，你要 mute 你的麦哦。OK， 那么吵，伟翔。OK， 好，作文写完了 ，spelling 写完了，那么就可以放学啦。拜拜。